没事的，不然呢？我看你破完壁以后，还会老老实实回到我金门资本。你们谁敢招聘接我出来了？实在是对不起这事儿，我可能帮不到你了。为什么呀？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听说是被调的时候出了点问题。苏锦明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？我辛辛苦苦找工作。 你轻轻松松就把我封杀，你凭什么你在背后耍阴招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明白，我使什么阴招了我？你以为见着我就认输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陆继明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叫我宁总。